大家好，我是欧叶老师。大家都知道，我跟我最崇拜的即兴演员，没有之一，九十五块老师，即将在4月23号跟24号对决，即兴对决，他上一次直接的来那边突袭我自己租的一个场地在做特训，对我在做特训，这次我要看看他。为了要干掉我做哪些的准备，这次我挑战他欧爷爷说故事还有15秒即兴，他还挑战我给我有一个本的情境，然后接下来还要在里面做翻转，开始玩笑，我们心肌梗塞最会这件事情了。我最崇拜的一个演员，他到底用什么方法策略，我一定要先动看，因为我这是输定了嘛。我来，现在要到排练场，我小声，首先先看他是不是有在。95块呀、啊，这个包包摆得如此随性啊！哎呀，不愧是我最崇拜的这个即兴演员。哎，这拿水壶没错，绿色的，今天还只留一点点，这不就告诉我们即兴精神就是要 yes and 的包容接纳大家吗？不要把自己水装满啊！不愧是我最崇拜的即兴演员。他们在干嘛？我小声，我先从外面拿出头看。有。我知道了，这是一个心理的内在对战修炼。有看过《七龙珠》的一定知道，现在内在一定不断的在想怎么样子跟对手 PK。哇塞，我可以看到这一幕，实在太屌了！不会是大师啊，大师的大师。看他在干嘛？哇塞，看一下，哇，夸张！前面摆的 Keith Johnson 的书跟灵，他现在内在一定正在不断的在思考着。在我们在 PK 盯着那趴的时候，是怎么样子跟对决？哇，他现在脑袋到底想的是跟谁 PK 呢？啊、走开！哎哎，你要过来？出招了，出招了！是我在出招吗？还是他想着 Keith Johnson 出招？哎，你不要来啊！不要来烦我，去找哥哥我妈咪啦！哦，哥。爸爸要睡觉了，不要闹了。这他在干嘛？难道他真的只在睡觉吗？这是修理吧？等下再瞧不起我了吧？开什么玩笑？租场地呢？忙在那睡觉？不可能吧？是修炼吧？在这边。你上次突袭我，看我怎么样子在做准备。我也要看看啊，我心目中的大师，他现在怎么样准备跟我的对决的？备什么东西啊？拜托，不要吵我睡觉好不好？昨天我那小子半夜2点多又起来闹，累了，不要闹了好不好？就你真的是在睡觉？对啊，这排练场那么便宜，不租排练场来睡觉干嘛？难道出来排练啊？难道我下礼拜对决呢？太瞧不起我了吧？闹了，体力很重要，不要闹了，补充体力了。完全被无视了，大师就是大师，体力很重要。看，麻烦都睡着了，他爸爸也太累了吧。既然都租了这个场地了，我身为客家人，我一定要好利用这个即兴剧场这个场地。开始玩笑，就算都付钱了，是不是？要秘密特训来呀、啊，有什么怕的？上次没有看完的地方继续开始了，满级嘛！是啊，角色扮演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有你的训练场，我有我的，太棒了啊！要我告诉你番号，怎么可能呢？这个番号，这番号。好，就是特训，特训是特训啊！